好，买了啦，反正我不会死，是不是？哇啦！其实根本不用躲的啦，哦，气死！打死他，吃他补血就好了，我要躲什么躲？这一场是怎样？这一场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镰刀。今天下午讲那个镰刀，这个另外一个红色是攻速超级无敌快，可是攻击超低，那这个是很高。移动速度就是你了，啊，我个人是喜欢红色那个啊，因为攻速快。哎、欸，真的是很坏哦。哎，那个冰，这个冰，注意一点哦。换回来，那把镰刀好难用，它攻击范围很像，就是太近打不到，太远打不到，要打中间的距离。没好打，没好用，怎么藏在这里呀、啊？呜，想看什么？弹弓，那我们然后再找那个那个炸弹，边跳会边放炸弹的炸弹。又是手刷装填类武器完成，好啦，装填类喵哇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现在是在乱玩。我没有要打只牛，气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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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被人撞到牛啦！没了，凉了，要去了。食品，现在很饱，糟糕了，吃饱了。买东西先寄吧。要坦然的接受死亡。哦，咦，不是这里哦，我还没找到吗？哦，这里哦，往上而，哇！哦，死去！这游戏就是这么可爱，对啊，我也喜欢像素游戏啊。而且我看好像有多两个天赋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点错了？这又在蝙蝠，啊！哦，不能大吃特吃了，好像选把东西带走也不是说该喝你。
我的天哪，逆刃刀怎么痛啊？半小时，应该又再一场。哦，我就知道想干嘛。该没什么逛吧？嘿，哦！可以选一样东西带走啊，选什么都垃圾也退出，不带。啊，没办法补血吗？地图上会有那种可以补、可以吃补血的东西。体力30%以下未进入战斗状态可以持续恢复，这个是不错啦。我来看看，这个还比较好哎，金币获得20%。妥协了，你这个贝贝安，冲啊！有人可以帮我找看看枪匠怎么出来的吗？不然我真的没办法了。Hasaki， 要干嘛的、啊？冲锋，冲锋！10秒内提升移动速度，哇，这么棒！就这个，觉得枪匠没有在那么前面开、欸，不然我打那么多了，怎么会都没有出来啊？我觉得枪匠是要在地狱之后的 NPC 耶、欸，
还是有人想试试看，帮我找找看，因为我真的找不到。哇！可惜不是开熊熊过来玩。好像杀很精哦，嘿。像是要用刷的，刷什么？一样是刷地图吗？是的话，那我真的运气很衰呢。上不去。有说是哪张地图掉吗？找不到哎、欸。左右的房间遇到餐馆，我知道啊，就是通常这边，哎呀，被卡了。鸡腿，这又是什么？单手武器，每天吃一口，啃一口回复体力。认真，这是会吃完啊。
省一点好了。所以是每张地图随机出来咯。欸，那你们怎么会查啊？是我关键字不够吗？你们关键字是什么？这款游戏嘛，然后空白关键字是什么？太强了吧，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？哦，我刚刚那时候讲的这个毛笔刷很可爱哦，这样试试看。哎、欸，快吃完了啦，只能吃三口，就这样子，这样跨过去，会有那个就是有伤害，这样哦。可是很烂呐、啊，好玩用的，这不能说像跨过去是个结界之类的。为什么打一样的字就是没有啊？奇怪，好吃最后一口。欸，攻击变好低哦，攻击还有零欸，笑死。太低了吧！会查了吧？我怎么是查不到、啊？没有哎、欸。来叫鸡腿。没怪哦，看过了，不能怪。可以打连结吗？因为我查到的是大陆那边。这边不能贴连结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可以贴连结吗？还是你贴给我？这，嚯，不行啦！啊！我跳！我跳！我跳！这好白痴！